站在我身边的是 Jasper 的 Daddy 陈小春。Yeah, I'm Jasper Daddy。大家好。恭喜你啊！多谢多谢。好幸福啊！系啊。经过第一轮的热身赛呢，我们现在还剩下四位的模仿者跟你同台。来来来来啊！不要那么大的声音，小春，你要知道，在第一轮你已经被其中一位爱慕你的模仿者 PK 了下去，没关系，站在第二位。我都还没发力。好吧，接下来这一轮的评审，小春，听说是你的铁哥们儿。铁哥们会听歌吗？大门，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恩师密友评审团。他们就是著名的演员朱永棠、庞龙和舞蹈老师林青峰先生。好，有请三位上场。大家好。喂，恭喜！非常的大喜。小春和三位其实都是非常好的粉丝。他是我老师，什么老师？算是我老师，跳舞老师。没有他的话，就没有我今天在这里跳舞。我们给老师一点掌声。林青峰，小春，听说你以前也有给像林青霞、罗文很多大牌的这个艺人，给他们伴舞，对是吗？对对，那时候是非常棒的 dancer。那些都是他掉下来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当年林老师教出来的成绩是怎样的。我们看一下 VCR。哇，好美啊！含怨悠悠细响。人如聚翻起爱情来，已是你吧，我是我吧，这是爱吧，可需要说吧。这个就一定是我们拍的。其实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林青峰有编排出来的，他编排。对，这个是林老师编的舞蹈，然后小春在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你其实是就是旁边的表演者。小春，跟老师一起来一个。老师来一个。林老师，来，我们欣赏一下林老师的舞姿。爱情向我宣告，世界全变了。爱情向我投靠，也不同了。情话超乎我预料。哎呀！老师就是老师，那个舞蹈里面的弹性和气质真是没话说，魅力扑面而来。小春，我觉得你跳得真不错。再来。